钟医生绝对吃不了这道菜，他可能会需要一桶水。对，哎，他还有特色午餐，可以中午来吃一份盒饭，挺好的。不要说盒饭，很 low 的感觉。能吃香菜，喜欢吃香菜的真的是很开心，不爱吃香菜的插出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ATL 食肉记，我是夹心，我是 Gloria。我们刚刚去 Premium Mall 逛街，逛饿了。对，然后呢？就搜到了附近有一家新开的餐厅，叫做 Work Provisions， 我们今天可以来试试看，走。他们这边的菜单就是有中英文的，还很方便。哎，它还有特色午餐，花个十二三块钱来一份。对对对，很适合这里上班的白领族。烧了两道菜了，外婆油泼面，看它上面有葱丝跟蒜，然后有浇的那个辣椒油，很香，我们可以来试一下。试试。哇，好香啊！我这里可以闻到味道了。它那个蒜香已经激发出来了，对，面条又很筋道，它好像放了醋了，有一点点酸的，是酸甜辣。啊，我们他们这个夫妻肺片分量很足。来，我看到了我最爱的香菜，我也爱香香菜哎，每一口都要夹着这个香菜一起吃，香菜真的是灵魂。好吃吗？好好吃啊，激发了我这一两个月以来食欲。金钱肚牛腱肉。我是很怕川菜里面那个辣油很油的，它还行啊，它油泼面也好，跟这个没有很重油，对，没有，就是没有很多油，感觉吃完之后会很腻，有点偏咸一点，可以配米饭。对，这个比刚刚那个油泼面的话会更咸口，会开胃。对对对，嘉欣，这是我特意为你点的桂花排骨，桂花糖排骨，哇塞，我要这是桂花哦，这是桂花糖，吃甜的会让人开心。我是上海人嘛，上海的特色是糖醋小排，所以我很负责的告诉你，它这个桂花糖排骨不输于上海糖醋小排。好香啊，因为它上海糖醋小排有一点酸，它不酸，但是它甜和鲜恰到好处。对对对，那个糖也不会说特别甜腻到可能你吃两口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吃半份，我们两个这一份应该可以干掉，没有问题。好好吃啊，那再来一块。吃了排骨，来点蔬菜吧。好，四季豆，好香啊！它已经把那个洋葱的那个香味激发出来了。对，那每一个四季豆里面都带淡淡的那个洋葱的香味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不会咸。我在家炒四季豆很难吃的，大锅爆炒这样才会有这个味道。对对对，湖南虾，你刚刚有放多少辣椒？湖南菜它有一个精髓是，我们做什么小炒都会放那个大蒜叶子，炒出来很香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我觉得有点辣，就马上想要干饭了。谢谢谢谢，是有点辣。是那个虾，虾球一样的一个，炸锅在炒的，虾肉很嫩很鲜，辣也是够辣的。而且它上面有放那个豆豉，对，香，激发那个小炒的香味。嗯，是有点辣。你这个湖南人都觉得辣了，很下饭。哇，太辣了。这个是南瓜饼吧？甜的，我不管了，我冲上去吃了。他们因为新店开张，就是每来一位客人，是按照每一个人来送这个，绝对要送的，好吃的辣的很好吃，一下子解掉了那个辣。刚炸出来的，我是一个很不太喜欢吃豆沙的人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香。我很喜欢吃豆沙，这个是不是好好吃啊？嗯，而且它外面炸的脆脆酥酥，但是又不会太硬。你知道有些南瓜饼硬到会疼到我的牙龈啊，会伤到我的牙龈，就会太硬了呢。嗯，就是刚刚好酥脆，然后里面有软糯，南瓜饼不错，所以又追加一个点心给你吃。这是锅贴吧？我们点的是什么？鸡肉馅的吗？鸡肉的，试试看吧。它这个鸡肉馅的就处理得很好，然后也不会特别咸。我觉得这个蘸酱吃也会不错的，蘸点醋或者蘸点酱油。这个冰花也很香，脆脆的，鱼香肉丝。它是甜口的，它的肉丝切得有点粗，但是我感觉不是很老，不老，真的很嫩。对对对，我很喜欢这个里面的那个木耳丝。我也是。川香酥牛，哦，是牛肉炸过的牛肉片。它那个面粉里面裹的那个花椒啊，各种各种样香料裹在那个面衣里面了，应该。但这个香到让我想到了辣条，都是些下饭菜。花椒麻麻的，我现在舌头麻麻的，可是越麻越想吃，很上瘾。它看着。你看它放了很多的干辣椒跟花椒，但是它没有刚刚那一道湖南虾那么辣，
刚才那个辣辣了，我有点吓了。我一看这个辣，吃起来倒不辣，不是什么辣，就是有点麻麻 的。对对对。但它这个辣椒是香的，是、是很香的那种辣。椰香鱼排哦，鱼排啊，对，有点像泰国菜啊那种。哎，这个还是蛮新鲜的，椰子咖喱做的那种，很少见，里面很嫩。哦，我们来试试、看出来了，这个鱼排，这个菜很适合带小朋友来吃。它这个咖喱跟鱼片都可以拌饭，然后又有西兰花，就是很营养的，对，搭配的很均衡，而且鱼又没有鱼刺，小朋友吃很容易，对，很方便，就是。对对对，小新怎么样？今天吃的满意吗？很开心，吃的很饱，它分量都蛮大的，量还蛮。我最喜欢吃的其实是这家糖排骨，桂花糖排骨。作为一个平常爱吃辣的人，我都觉得这个甜口都很香，很下饭。对，我比较推荐他们手工做的那各种各样点心。我们今天吃的三道都不错。你喜欢哪一道？我最喜欢南瓜饼，因为一下子就感觉我所有的辣都解掉了。我觉得可以推荐，就是附近的学生也好啊，或者上班族也好，他们可以来这边试试特价午餐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对对 对。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再见啦！拜拜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